来到翻泥翻泥，我是月儿，我是蕾蕾。怎么了月儿，这一上来就叹气啊。蕾蕾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早上做头发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好看的发卡。你也提醒了我，我的文具盒用久了都看不出颜色了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要不我们就亲手制作专属于我们的发卡和文具盒怎么样？自己做，没错，看我的。所有的配件以及原料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哦，五彩缤纷，真好看呀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先来做文具盒怎么样？好好好好好。这有两个文具盒，你想做哪个？我要小的这个。可真现实啊。哎呀，我的手不太好使，先从这个开始。那我来做一个粉色系的，你来做一个什么色系的呢？我来做一个这个草编色系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哎呦，首先呢，我要来用白色给我的这个打个底。哇，你这个颜色是珠光的，挤不动了，好难。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简单一点。我又想放弃了。不可以，继续努力。现在呢，已经把底层的都已经铺好了，现在要开始做造型了。哦，做造型了？对，你这么快就开始做造型了？像这样，它整个糖果质感就出来喽。这个真的是我做所有奶油胶里面最晶莹剔透的一次了，是不是？粉色很梦幻。对，超美的现在。这个真的是个大工程，我都不敢挑战。爸爸完成。哎呀，这可谓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自己完成的手工制品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许愿少女。哇，很美哎，而且小美还是这样在做许愿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看，还有许愿用的四叶草，还有蓝天白云，还有彩虹。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是想说，今天跟我的那个耳饰比较搭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今天专门就是用了这个耳饰，它就是一个啫喱软糖的感觉，糖果系。对，你们看，那整个全部都是属于糖果系啊，这是糖果的世界。啊，好像已经闻到甜味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做相框？好呀，来吧，相框开始。那这次相框呢，因为它比较大嘛，我决定颜色配色上就可以大胆一点。我这次的设计呢，主要是走这个工业风。蒸汽时代，所以整个金属质感非常强。哎，对的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拭目以待，赶紧开始。好。我俩现在真的是相顾无言，都过于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世界里。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特别安静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要开始装饰了。哇哦，你才要开始装饰，我这都差不多要做完了。你等等我嘛。好好好，等会儿你，我也稍微完善一下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完成了我的哦，不同的心路历程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给小番茄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作品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首先来展示你的。好，棒棒。
啊，又是一股甜味儿。对啊，整个就是彩色少女梦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的哥哥很统一嘛。而且这里呢，有一只长得跟 Mickey 很像的小猫，哦、所以我就把它放上来。啊，当当当当。说实话，我也没太做动。但是整个感觉呢，金属系是出来了。是的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两坨有点太强劲。我强行的解释一下吧。好，这边呢是一片混沌，这边呢是黄金时代，然后最后这边是野蛮生长。好，而且我还偷偷准备了我们的照片嘛，放进去好不好？哦，是吗？嗯，拿出来看看。好，宝宝宝好看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芬妮魔法学院的学霸昭昭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月公主耶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芬妮魔法少女第二季哦，多多支持。现在终于要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做发卡。对，今天让我难受一整天了，赶紧开始吧。开始，我来做个黄色的吧，今天都没有做黄色系的。哦，好呀好呀好呀。那我就做一个绿色系的吧。好，我不能动了，我一动它就流走了。我的也是、啊。哇，发卡都做好了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做了五个。对，然后蕾蕾做了两个、嗯，这样一共是七个。我从星期一到星期日都可以戴不同的发卡了。哦，那我要继续努力回去再做七个，这样你一天可以戴两个。哇，可真的是我的好朋友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月儿跟蕾蕾就一起挑战了这个奶油胶手工 DIY。哦，我们可谓是收获颇丰啊！对，我们分别做了相框、笔盒，还有发卡。蕾蕾最喜欢哪件作品？我最喜欢你做的所有的东西，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好感动，太官方了。那我是不是也得喜欢你所有的，除了相框以外的？相框为什么不喜欢？咱们两个肯定是都有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了。那屏幕前的小番茄们，你最喜欢我们做出的哪样作品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哟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FunnyFunnyFunny玩具盒里好多。